Fiber palette 其实拆开以后，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，小东西。它外面是有一层纸，然后里面就是土。它这个特别方便，就是因为你平常种东西不都是要那个自己埋土嘛？它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土了。你需要做的就只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盆子里，然后加上水，先等它在里面泡个10分钟。它已经差不多已经泡好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泡开之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大小的东西，然后里面是那个土都张开了。然后就是怎么播种呢，就是我们先把它湿润一下，放水里，就是保证它里面的水分都吸收完全。然后就是它里面不是上面有一个封口的东西吗，我把它稍微撑开一下，准备土壤这部分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就是开始要播种，就是播种的话，今天我可能想先在这边种一个这个小雏菊，一个 daisy。 播种的原则就是种子上面要覆盖跟种子大小差不多的土壤，就说例如你的种子是1厘米的话，你在上面再覆盖1厘米的土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就先在每个小小的这个 pallet 里面中间戳一个孔。我们每个洞里面通常的就是放2到3颗种子，但是这个也要取决于你的种子是新种子还是旧种子。你如果是你去用去年的种子的话，它那个germination rate 可能会稍微低一点，然后你一个洞里面可能放个3颗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但如果你用的是今年种子，或者是还是种一些比较好的好发芽的东西，例如生菜这样子的话，你一个洞里面就可以少放一点，放个1颗到2颗就行了。下一步我们就是还是用那个剪刀，可以稍微把那个在洞上面覆盖一些土，然后压一下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，这样子是不是很简单？ Amazon 上有这样子的一种叫 Seedling Starter Kit。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，它包含什么呢，它包含一个底座，然后包含了一个有个3x4的小格子，然后它小格子底下是有水的，有孔的可以漏水，然后它还有一个盖子，盖子上面就是这边还可以调节你的那个出气量，它主要是调节湿度用的。去年播种的时候，我就是直接在我们家后花园挖了一些花园土，然后放在里面播种的。但其实我查了一下，这样不太适合种子发芽，所以今年我就买了一种这样子的专门给 container 发芽用的一种叫 potting mix。 我会做的就是拿这样的还是刚刚那个盆，然后你在这个杯冰车里面放一些土，因为它里面现在是干的嘛，所以你要放一些水，然后我这个盆子里面本来就有些水，现在再加一点。下一步就是刚刚的这个 starter kit， 在每个小格子里面都塞进我们这个土壤。下一步也是跟刚刚类似的，我们在每一个格子里面稍微戳一个小洞。我打算在这个格子里面种一下薰衣草。
后一步就是跟刚刚那个不一样，就是它因为它自带一个这样子的 cover 嘛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个 cover 盖上，然后把这个这个口完全封闭掉，这样子就可以营造一个温室的一个效果。鸡蛋盒也可以用来做那个tray， 因为其实那个鸡蛋的盒子都是一些 compostable 的一些材料做的嘛，这个东西以后很方便的，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整个掰下来，然后直接栽培到土里，都不需要把外面这层撕掉。你需要把那个鸡蛋盒的盖子剪掉，我们也像刚刚一样用刚刚剩下的土在鸡蛋盒里面放满。下一步也是跟之前一样，我打算在这间种一个生菜。我知道这个生菜的那个发芽率会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所以我就打算在每个格子里面只放两个。好了，这个也完成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播完种之后，记得写一个小标签，写下你种下的是什么跟你的那个种植日期，因为这些种子发芽之后其实它们的苗都长得特别像，你根本就很难分清谁是谁。而且你写下日期的话，你也更好的能监测自己这个种子发芽的所用的时间啊，看它那个长势如何。这个 Fiber Palette 它这个最明显的优点就是很方便，因为你只要在 Amazon 上买一个那个小小 Palette， 然后泡一下水，然后就直接把你的种子放进去就好了。你需要的材料就是一个 Palette 跟你的种子。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一次性的，你到时候发芽了，你把它移植到大一点的盆子里或者是花园里，然后这个就不能再第二次利用。这个 greenhouse 的方法我个人是最喜欢这种方法，它是可以再次利用的。而且我喜欢这个 greenhouse tree 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有这个 cover 稍微帮助一下你这个种子发芽，会有更高的 germination rate。而且因为它有这个湿度控制嘛，所以你前期也不用怎么去浇水跟打理。三种方法我是觉得是一个最环保也是最实用的方法，因为你只需要土壤跟种子就好了。这个鸡蛋盒我想家家户户现在都会有挺多的。也发芽了，生菜2000到3000就发芽了。下面的薰衣草还没，估计还需要一周。Those big blue eyes drive me crazy, make me fantasize. 今天阳光超好的，我刚刚又种了一些玉米，还重新布置了一下这个小角落，让长了叶子的放在靠窗台的地方。向日葵是长得最快，现在应该已经有10几厘米高了。然后这个是白玉型，这边小雏菊有点像的一种花。这边是生菜，还有这个是几颗小葱，这个是香菜，这个是小雏菊，还有几颗薰衣草。
这个是个小番茄。哒哒，看看一只好的向日葵。